梦见吃饭我结账是什么意思？怀孕的人梦见吃饭后我去结账，预示你会生一个女儿，但切勿动土和动胎气。做生意的人梦见吃饭后我去结账，一般表示春来得财，夏来不利，可以适当改进经营的方式。恋爱中的人梦见吃饭后我去结账，说明感情可以由时间来考验，如果合适，终究会成婚。本命年的人梦见吃饭后我去结账，意味着你今年的运势会很好，可能会遇到你人生当中的贵人，但建议你不要过于骄傲，要努力让自己进步。